们知道说高凤在2月14号宣布停办之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仓促的决定。事实上教职员遭到校方长期的欠薪，欠薪的金额事实上已经高达4500万。我个人部分欠薪大概64万多。24号的时候，学校要我们的学生李校25号进入学校报道。这个时候，全台湾的私立学校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收到任何教育部的一个公文。那3周以后呢，学校才可以，学生才可以入学。那学生有一种被看不起的一个状况哈，就是被看不起。那这不就是一个严重影响学生的一个那个受教权吗？我们认为高凤的停办彻头彻尾，我们认为这都是教育部错误政策以及校方董事会其实并没有好好经营所导致的。但我们可以看到说，最后承受这个恶果的却是学校的教师跟职员。那教育部不断的强调说，他一定会以保障学生的受教权还有教职员的权利来作为他重要的核心原则来处理一些后续的事宜，这样。那我们知道说，从2月14号宣布停办到现在，事实上已经2个多月，现在已经4月底了。那究竟这所谓教育部的重要的处理核心原则，到底现在来看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其实觉得教育部是全面跳票了。明明知道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变化，那教育部还是同意他成立的。那2009年的时候，问题就已经出现了，他就开始减薪了，他财务状况不佳就已经开始减薪了。那教育部当时有去辅导，就2009年的时候有去辅导。可这个辅导事实上是没有效果。去年5月的时候，教职员呢，他一个月只拿到10000块。在去年8月，2013年8月的时候，就是减薪5月，8月的时候，外面的厂商就已经进来学校里面，等于是被法拍了啦，进来里面这个抢东西了。那这个时候教育部就应该很快的警觉到这个学校恐怕不行。10月24号，去年10月24号才发一个文说，如果私校有针对教职员减欠薪的话，那么你要用私校法相关的教育法令论处。然后你现在今年1月24号的时候说没有，我完全没有任何法令，那这完全是欺骗。这是技职师长跟教职员工在座谈的时候明白说的，我完全没有办法，这是他说的。如果他已经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学校的设立目的了，教育部其实是可以根据私校法第25条申请去解散董事会，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嘛。结果没有，我们认为政府忽视了申请解散董事会的这个职责。教育部对于一些计划案经费的款项没有尽到一个监督的责任。其实教育部有很多委办计划在我们学校里面，那比较大的一个案子是马来西亚专班有一个300多万的计划。那其实这些计划的钱，学校也就是教育部也早就拨给学校了。那其实一直到2月28号，就是退场之后，那请我们做的教职员工离开学校的时候，都还没有结案。也就是说，这些钱拨给学校，但是没有结案，然后学校也没有付款给厂商，那就变成说，很多老师在执行这个计划案的时候，我们有邀请了一些业界的老师来讲座，那都免费没有付。那我们给厂商的那个课程材料费也都没有付，那甚至有些参与费的钱也都没有付。那这些款项的流向到底到哪边去了？然后教育部也都好像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那他是在今年2月14号的时候宣布停办，然后事实上在10天之内学校就要开学了，也就是说学校不只是高凤开学嘛，是所有的大学、所有的高等教育都在开学中嘛，所以他是要10天之内让所有这些学生跟家长去选择他能够到哪一个学校去。而且宣布退场的时间已经开学了，那很多老师其实根本来不及找工作，那甚至连兼课都会有困难。他没有经过其他的步骤，譬如说停招，然后在停招的过程里面让这些学生跟教职员能够有比较好的转换的空间，就突然宣布停办逼师生流离失所。就是退场之后，教育部没有任何辅导人员进驻学校处理善后，也没有派员到各校辅导和解决学生转介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一整场的一个整个退场的一个过程是没有规划的，因为有大四的学生事实上是在一学期就要毕业了，但是高凤却临时宣布停办，导致他们必须要转学。刚刚秘书长也提到说，10天内就要做出决定，要转到哪一间学校。到底很多一些细节性问题，事实上学生根本没有办法做处理。但是李彦宇不断的保证说，一定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一定会让他们按时毕业，不会让他们必须要延毕多缴交学费。
那我们就掌握到说，其实有两个学生都有分别写信跟教育部陈情。那学生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当初是教育部说一定转到的学校是一定会全部学分都采计这样，因为其实大四如果他学分还只有部分采计的话，事实上是一定会导致有延毕的这个状况。但是他们转到新的学校去之后，却发现说事实上这个承诺是跳票的，因为学校并没有打算要采计所有的学分，只有采计部分。那学生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之下，竟然只能转而向在那个时候是实际上是已经被资遣，实际上是已经没有领到任何薪资的教职员，反而是要带着他们一一去向其他的学校询问，最后才成功的帮他们转到其他学校就读，才让他们的学分能够被抵免，不至于说毕业会发生问题。那我们其实是非常质疑说，如果连一个这么学分采计的这种事情，这么技术性这么简单的问题，教育部都跳票，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学生从高凤转学到其他学校一定还有非常多其他的细节性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老师没有安置，这样子教职员生活断炊，然后不闻不问，到今天已经两个月了，教职员没有工作的没有工作，那讲师呢到处兼课，有的老师呢一个星期才两门课，一个月不到4000块，那他必须还要承担的是这些高档的一些邮费，还有交通工具的一些零件的一个耗损。那最近教育部对于教职员还有老师们呢没有任何安排，学校也没有还款计划，那这些老师呢年纪都已经40以上，那大部分都有家庭和小孩，没有稳定的一个薪水，那不知道会能拿什么来养家活口，那学校欠息也没还，教师怎么创业，完全就是想要逼死这些高凤的这些教职员工。我们知道说，就是李彦妮其实对于这些教职员在座谈会上还不断的强调说，找工作这是雇主应该要做的事情，事实上教育部是没有责任。那我们调查这15位教职员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在这段期间当中获得教育部任何的辅导协助。6位老师当中，过去他们在高凤都是专任老师，在一个月之后没有一个人找到任何一份专任的工作，因为事实上学校已经开学在即，根本不可能有专任的缺，大部分都只能在学校找到兼课的工作。那即便是兼课的工作，因为课程都已经排定了，兼课的学分都还是非常少。我们询问的状况，他们其实这样子兼课一个月大概就是只能领到1-2万元这样子的薪资，其实根本就难以为生。那9位职员当中，事实上有3位目前都还在待业，都还在找寻下一份工作。那也因为教职员他们不是属于就业保险对象，事实上他们连失业给付都没有办法请领。我们要在这边强调说，为什么教育部应该要对这4500万对教职员的这些欠薪，事实上他是有责任。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其实高凤是从4年前就开始教育部组成了辅导小组，开始进行辅导，辅导了4年，却让学校欠了老师4500万的薪资。那我觉得教育部身为主管机关，很难辞其咎，说这样子的欠薪，事实上教育部是不用付出任何的责任。第一个，我们认为说教育部不应该在以高凤的停办这个过程，宣称要把它作为一种示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应该要以此为戒，要来全面检讨现行的大学退场机制。那事实上我们也一再提出说，台湾现在高等教育面对的问题，应该是要以改善生师比，我们认为应该是要强化私校的公共监理，要扩增高教经费，才能真实有效的去碰触到目前现在高教的问题，而不应该是匆匆的像高凤这样子宣布停办。那我们也认为说，应该要规范学生在还没有毕业之前，学校不能片面停办。那第二个是我们事实上高教工会在这2年来，我们不断的接触到许多的老师来向工会反映说，现在学校非常多学校是以招生的问题来开始有一些欠检性的动作，甚至是强制资遣他们。那我们认为教育部应该要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并且对于这些强制遭到资遣的，应该要进行工作的转任借聘。那事实上高教工会现在目前也正在针对就是全国进行这样子一个欠检性还有遭到违法资遣的一个调查。那我们呼吁说，事实上希望说全国的大专院校的教职员遇到这样的状况来跟工会联络，那我们希望能够加入工会，通过团体行动的力量来改变这些事情。